再来，各位嘉宾仔细看到前面的海水变成了第二种颜色，有没有看到？大家常常都说龟山只有八景，龟山第九景海上沉船就这一招，目前呢已经快处理完毕了。好，那待会在空气中哦会闻到山上的硫磺味道，请大家准备好数位相机哦，带你们来参观龟山岛外海最具有特色的海底火山温泉。在这个底下呢，已经发现68座大大小小的海底温泉，那其中有20-30个大大小小不等硫磺喷气孔，在这个船的后面，每天在散发出这个硫磺的气体，都变成了相当巨大的一个阴阳海。你仔细看到，海底火山就在这个地方，也有人称这个是上帝遗落在人间的调色台，相当的漂亮。那这个阴阳海呢，它并不是每一天都固定这个航线。我们说岛上就分为东南西北风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海流也有分为东南西北流。有时候整个流水很旺盛的时候，整片海都会变成这种颜色。甚至有时候你站在宜兰地区的高山上，远望这个龟山岛，就可以看到这个阴阳海哦。在空气中有没有闻到淡淡硫磺的味道？尽量。